以创造什么样的旅游环境呢？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在大家业务繁忙之际，特别邀请大家来共襄盛举。那等一下我们也会举办跟日本连线，我们用 online 的视讯会议的方式来进行。那首先我们就先请我们的今天主持人是嘉一刘先生跟 Joy。 好，那我们正式。我们真的是生命共同体。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让我们也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各行各业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事实上B 公司也在过完年以后，许多的一些活动也都暂停。那其次就是说，我们许多的一个活动也跟各位一样陆续的都停止了。那在这种比较困境当中，在这个六月七号我们解禁以后，那陆续的能够慢慢的让我们的业绩，让我们的一个生意能够回流。那希望借由这次机会，让我们向大家携手，让我们越过这个难关。そうした中ですね、これから皆さんと一緒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いう個人的な思いは。板吉線跟板神，还有一个就是有马温泉搭配的板吉或板神線。接下来五月份好像是要换前面舞台的地板。那可能整个重新装修还是好的。首先，好的，我们现在在画面的是来自我们九州大分县大分县幼稚营业部的部长倉富さん。どうも、大家好。大家可以说话，大家可以说话。好，非常感谢各位平常帮我们推广大分县，以及很多的这个大分县的这个细节啊，旅游景点都帮我们介绍了许多，在这里真的是感谢。那我是来自和歌山县政府，是负责观光台湾担当前板先生，请大家多多指教。国际观光客，我叫申。本日は日米国際商務様のご就任記念、誠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在这里我们也要祝福日盟国际六周年庆。台湾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秋田県観光文化スポーツ部の増子と申します。オンラインとはいえ、本日こうして皆様に挨拶できますことを心から嬉しく思います。台湾的各位大家午安，非常开心能够利用 online 跟台湾的各位来做打招呼。我是来自秋田观光推广部，我叫义子。突然认识你耶！很开心，很开心，最后那个弯路上，很开心跟大家见面。你不要，不认识张宇的。好，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东极株式会社，我们东极电铁的交通事业部的刘科长，科长请。大家好。我是东极。好，我是来自板吉板神控股公司的锦桐。在这里我们祝福日盟六周年。第一个恭喜日盟六周年。第二个，我们希望中山先生返回日本之后一切顺利，鸿图大展。交流协会在新的团队、新的这个主任来了以后，能够跟大家密切这个配合，好不好？我们一起举杯。では皆さんご祝話を日米国際6周年、そしておよび海外旅行を訪日旅行にも早く回復するように乾杯。我那边美女，我就那个就他就很活泼。我这边就干杯哈，我就不过去了，谢谢。哇，干杯！干杯！干杯！哎，